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今天我们的新房进火了，热热闹昨晚闹，忙通宵了，忙到天亮去，忙通宵去。这两个，再来一个，是两个开心果，再来一个什么？再来一个什么？来个姑娘。你都第二个都没来，再来个姑娘。麻烦喽。哎呦，那回家等下得三个，你都没得两个哦。我跟你讲梦话，不要把我。韩总。韩总。嗯哟。闻起来好亮哦！看闲着养活闲喽。最近跟大哥好像有点近哦。嗯。都好了，做菜吗？嗯。啊？看到没有，学做菜。是学做菜吗？啊？动机不纯呢、啊？学做菜。不能笑，知道吗？干嘛？啊，哎，峰哥，你什么意思？嗯，什么意思？你要吃我开心果啊？开心啊，今天开心的不得了啊！哎呀妈呀！给你两颗，嗯。这是什么？我有。给你一颗呢。嗯。哎呀，他怎么那么多？哎，小心哦，看你给你多呢。是啊，不要光说给小胖吃嘛。我有了，我有，不用。阿爽，你为什么给谁谁都嫌弃？吃萌萌啦！哎呀，热闹嘛，长高高啊！不该是母是猪，该永远是人物。来吃了吗？来吃。尝都没有。我这是哎，二哥。招呼一下那边先。好了，来吧，走。二哥专业烧烤三十年。啊，你敢你但凡你敢说一个不好吃啊，这样就麻烦了。你干几个苗嘞？你快瞄一下嘛！来，我先帮你们试一下有没有毒啊！